春光故乡的珍珠科，采收环境寸步难行。我们搞得到我们家乡的蚵仔吗？家乡在哪裡？家乡彰化，直接要到潮州大去喽。海了哎、欸！我要先下去。漫煎王宫生科师蚕花生豆芽，花生豆芽比较酥脆，生科它的口感是比较软嫩，口感上会有不同的层次。开动吧，漂亮姐姐！每周日晚间8点，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与 MyVideo 同步播出。